竟然。好的，开会加油。Hello， 玉安，阿米，好哦。Hello， 钟楚雄，洛克，午安，司空天风，午安，若日一笑笑，杨公公，志宏，午安，午安。下午好，肩颈酸痛。刚考完第一科期末考，提早40分钟交卷，没事的，我也都差不多。就是每次说啊可以交卷喽，然后就交了这样。谢谢小叉送的香槟 ，Hello 超哥，开会。加油！我每次那种只要是有一个人在讲话，然后坐在下面，我每次都会想睡觉。拜拜，小叉。Hello， 沙鲁斯源，恰拉咖喱，午安，下午好。谢阳刚送的 love。谢阳刚送的太阳神 ，Hello， 下午好，下午好，大家下午好。谢谢恰恰你的分享，说的不就是上课？对，差不多。我今天真的是，因为我坐在第一排，然后因为我就比较晚复学，然后就是位置是固定的，可是大家都选完，所以就只剩下第一排。然后就坐在第一排，然后睡觉。我就这样。然后因为我去学校都戴帽子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我就把帽子压很低，然后就开始睡。没有，我很努力没有睡着，就都是小眯一下，然后一睁开眼睛就开始回答老师的问题，然后回答完之后又继续眯，然后眯完睁开，然后看一下老师讲到哪，然后看一下我会不会，哦会的话再回答一下，然后再继续睡。不觉得很好吗？我还要回答老师的问题。谢谢 F 送的掌声鼓励，谢谢恰恰刚才送的花枝精粹。Hello 健健，Hello 无料赌徒，都能咳嗽，因为还好，就英文课，所以没什么问题。Hello 佑佑，季风亮，坤坤，很能念的，因为没什么，他老师都只是问课文，然后我就赶快看一下课文这样子，然后就可以回答了。不觉得热吗？今天很热耶，今天蛮热的。Hello 鳄鱼。天地沙鸥 ，Hello， 真的是，然后就很怕被老师就是 cue 到我在睡觉，却能胆战心惊。但是我现在就真的很想睡觉，怎么办？我这礼拜真的，因为礼拜一我那时候去哪里玩？南投玩，然后南投玩回来呢，就开始上课，然后上课每天都去上课，然后每天都早起，然后就觉得好累哦。对啊，好想每天，但是不行，明天的课不能睡着。Hello 黄鱼吉米粥 ，Hello 中午好。谢谢金米粥送的枫叶。叮叮叮！我今天呢吃了什么？
吃了卡布雷，吃了提拉米苏，但是都很小，就大概半口吧。如果一大汤匙，就大概一个大汤匙的大小。酷，很好吃。上课辛苦了，没事，只是就想睡觉而已。像阳光送的玫瑰，就只是想睡觉。像阳光送的 love。上课就不辛苦，但是想睡觉。我这次都期中考都考蛮高分的，有念书有差，现在没念书哦，好可怕、啊。谢谢黄文超的幸运四叶草 ，Hello 北极星。对，那个他说日本展的章鱼烧不是有两摊吗？是哪一摊才是软的？我最喜欢吃软的章鱼烧了，硬的章鱼烧不是章鱼烧，软的章鱼烧才是章鱼烧。Hello 小易，睡波可以哦，睡波不太行哦。Hello 水獭，下午好，勇哥，下午好。放假了，哦，放假了，大摊的，啊，食物堆里面，食物堆什么？旁边食物那边的，好的，了解。真的，日本来的章鱼烧才是对的，才是就是软软的才对。没有，没有去吃章鱼，我上次真的只买了鲷鱼烧。Hello， 陈伟，好久不见，真的好久不见。Hello， 草莓酱，我上次真的只买了鲷鱼烧之后就走了。还有一个苹果什么苹果果子烧，有一个什么果子烧的，就买了一片。他说什么他有得过奖，然后我就想说哦得过奖，那我先买一片吃吃看，然后就买了一片，但是我到现在都还没吃，还是我等一下来吃。玉子烧我看到别人介绍，可是玉子烧太胖了。好了，我下次可能去买买看。每次吃都被烫到，因为里面馅都是软的，然后都是烫的，就放冷一点啊。谢谢黄松的花枝精粹，播的时候都在骑车，然后回家就忘记。好的，好的，我都下午播啊。什么鸡蛋糕？钓鱼烧跟鸡蛋糕像不像？不像。你知道我上次去买鲷鱼烧，然后他有一起卖鸡蛋糕，然后他说鲷鱼烧的机器坏掉了，然后问我要不要买鸡蛋糕，他说灭糊是一样的，对，然后我就说不要，我说哦不好意思，谢谢，那没关系，谢谢，这样然后就走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虽然灭糊是一样的没错，但是鲷鱼烧有那个鱼的纹路，鱼的纹路才好吃啊。要有鱼的纹路才好，虽然鸡蛋糕我也很爱，我真的很爱吃鸡蛋糕，但是鲷鱼烧想吃鲷鱼烧的时候就是吃鲷鱼烧，不能被鸡蛋糕妥协，懂吗？他说鸡蛋糕里面可以帮我包料了，可是我就是想吃他那个硬，鲷鱼烧的那个硬。右边掉外套。他很爱掉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走在学校里面也是一直在掉。下次吃吃看其他口味。你吃什么口味？我所有口味都买了，除了芋头，因为我不吃芋头。别人登录顾狗狗哦？别人登录？那钓鱼烧超大一个，内馅超饱满的，超棒的。不懂，对，就是那个口感，脆脆的口感，没错，没错，脆脆的口感，哦，就奶油红豆，奶油最好吃，我觉得，我也是把奶油一整条吃掉。芋头冰吃过，吃过是吃过，但是真的很不爱吃芋头，就是我之前有被骗过，不知道被谁，被我高中同学骗过，说，这芋头超好喝的，你喝真的完全不一样，搞不好你一喝就爱上芋头牛奶，然后就一喝，超可怕，芋头味超重，我觉得超可怕的。
我说不要叫我喝，超难喝的，拿走。没讲话就是故哦，原来如此。黑流星午安，鱼萍午安，想吃蜜柑，蜜柑好吃，再去吃，再去一次啊！它好像到十几号，是不是？这样才是纯的，超可怕！芋头味真的超重，超可怕。还有果粒，还有不是果粒，芋头烂掉在牛奶里面的芋头，我就觉得啊。我不能接受鲤鱼烧，没有耶，饶河夜市的鲤鱼烧是吗？芋头味道被讨厌，芋头真的不行，我真的没办法吃芋头。芋头面包，芋头面包也不行，我唯一能接受的是芋圆，但是有些芋圆里面有芋头颗粒的也不行，我不能接受芋圆跟地瓜圆里面有颗粒，因为我不吃芋头跟地瓜，但是我吃芋圆跟地瓜圆，但是里面不能有颗粒。有颗粒的话，我就都不吃芋圆跟地瓜圆，就那一碗就不行。我想想还有什么芋头是可以接受，好像没有，就只有芋圆可以接受。其他就不太行。只要不要太干，不行，芋头就是有一个芋头味，我真的没办法。土托鱼烧有这种东西，我很喜欢吃土托鱼酥啦，一条三百能切好几，好酷哦 ！Hello 刘建谷，谢谢刘建谷送的感心康乃馨。土托鱼烧是什么？好可怕！秋刀鱼烧，我还鲑鱼烧哎、欸！哦，想法而已。高管有一家芋头牛奶，不行，因为你们说的好喝的芋头牛奶都很可怕，一定都很可怕。芋头没芋头味，那个芋头是假，不是，反正只要是紫色的芋头，那什么都不行。我没有办法。这是什么？利禄熊。我最近一直在看那个利禄熊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黄鱼烧。黄鱼烧是你是包什么的？什么鱼都拿去做成烧啊？文字烧，文字烧就是跟大阪烧同类的，就不是鲷鱼烧那类的了。人形烧是人形烧。你老是回你了不？回复你了吗？下班开心，对，创造营2021。没看，没有看，昨天叫你散步，你又不出来。他真的很好笑哎、欸，就是每天看热搜，永远每天都有厉老师在热搜上面，而且都是十几，就很高，就觉得很好笑。他每天都上热搜哎、欸，超厉害的。谢谢志宏上的感心康乃馨，想包什么包？不练成团舞就能飞到台，然后就直接不练。他说不练成团舞，明天就吓到。那他就真的没有练，就站在前面就这样。其他人很努力的跳成团舞，他就站一个人站在中间，超可爱的。谢谢志宏的分享，看他是你哦，真的假的 ？Hello 卡丘。我最近真的因为一直在热搜上看到他，就觉得很好笑。然后他前几天一直在散步，从什么北三里屯，然后去重庆，然后又去上海散步。不是有跟小晴练青春有你的主题曲，
有，我们练来减肥的，很有用哦，比历届都还有用。减肥真的比我之前跳有氧舞蹈减肥还有用，还要累。你跳一次可能跳三次有氧吧，超累的。表演时结果没练舞，不可能啦，我们那时候不可能。有吃柠檬片段。Hello， 戴戴。仁哥，跪求拍影片吗？是有影片，可是我看一下，我找一下，可是就不知道可不可以发。可是如果我看一下，没有留。哎，什么时候练的？很久了吗？怎么滑不到呀？我看一下。影片，我的东西真的永远找不到在哪耶。我的影片在哪？应该是中文啊，怎么没有影片？嗯，好，那应该是在这前面。那还是我从回来这里吧。可以给你们看一下，真的很累。你们要减肥可以学一下，超累。最好是可以边唱边跳，更累。那篇怎么了？想问我一小时文案的那篇怎么了？跟你讲，那篇就是在练青你三的主题曲的时候，乔琴在练，我在旁边这样想，我在旁边这样发文，就是发文，然后发了一个小时。他说：“你到底发好了没？”我说：“快好了，等我一下。”然后就然后就打完之后就给他看，说：“你觉得这样可以吗？”他说：“不错啊，还不错啊。”他说：“那你觉得照片哪一张放前面？”这张吧。然后我就问琪琪：“你觉得哪一张照片放前面？”这张吧。然后两个选不一样。生出来就是找王子，对，但还是我生出来的，我自己生出来，厉害吧？又要减肥，没关系，就是日常运动，心肺功能很好。那个心肺功能真的是很可怕。没有达到。昨天就当过王子，没错。浪有白马王子的礼物，真的假的？送出来真的到了，好好笑。他快跑好了，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他跑有点久。不一样的王子脸上，什么时候才可以跳到嘞？噔噔噔噔。不一样的王子殿下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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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如果当初换 UNI 曲的时候，我在直播上跳，你们会不会就以为我会王子，我是王子殿下的？搞不好哦，打这么大力手不会痛，不行，还是觉得蚊子比手痛没关系，但是蚊子不行在。这首已经练好了，早就，我就看哪一天找我跳啊！我已经 OK 了，随时准备，对啊，随时准备。不一样的王子殿下，闪闪闪噔噔，可能歌词要背一下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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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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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真的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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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看着你，一觉醒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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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真的，
我没有学到很正确啦，就是他们在跳的时候，我在旁边跟着跳，然后大家就会傻眼，我每跳一次，大家就会傻眼一次，他们就会问我说，到底多想跳？你到底多想跳？我就说，哦，我就真的很想跳，吃完便当肚子，哦。玩具麻烦，没关系，随缘随缘，好不好？一切不强求。我来吃饼干。哎，他给我那个哎，上吊。不会吧？他是不是？校唱啊，暨南大学的是吗？求求你！哦，我来强制关，等一下哦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再也没关系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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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一场旅行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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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找不到，还是是英文？有吗？是英 ？Oh my god， 在这里，等一下哦。桌布不是，不是桌布，好像没有哎。OK， 啊，我要重跑一次哦。下午茶，没错。刚刚已经吃过了，好胖哦，不过算了。等一下多跳几次好了，在哪里啊？哦，这个完，这个结束，去玩南投结束。我连续跟你们说，我上礼拜三礼拜四去台中跟南投，然后礼拜一又再去一次台中跟南投。我不懂，我这两个礼拜行程是怎样。玩的都补回来了，好累哦，短期内不太想出去玩。对，一个是跟朋友，一个是跟家人，结果都刚好就是一样的地方。看一下，哎，它不能放大是吗？那我等我一下哦。他又当掉，为什么他那么常当掉？都会查好餐厅，会啊，会吗？哎、欸，没有，因为我跟朋友出去玩，就是就住文化村，他就在里面吃一吃这样子。然后又是 Anstella， 好吃，好吃 ，Anstella 的真的很好吃。我之前买他软饼干，真的好好吃，我好喜欢。他真的是我最爱的饼干店。去乌梅玩 ，OK， 乌梅见。他又淡掉了，各位，为何 ？OK， 没关系，我再强制结束一次，再开一次。真的很好吃，我吃他草莓口味的，然后他最近限定的是巧克力什么，巧克力米还是什么的，
什么铁观音巧克力还是什么的，我忘记了，反正就是一个茶跟铁观音一起。不一样的文字殿下，编辑，他又开始跑了，救命啊！对啊，我的3C产品很容易出问题。对啊，是我的问题吗？可是我没有摔他什么啊，我也没有干嘛，我都好好的对待他们，我发誓，我真的好好的对待他们，可是他们就很容易坏掉。工具人的经验，有些人就跟3C不合，为什么？他这。为什么？他一直不给我跑哎、欸！不会没错没了，不会吧？没那么衰吧？算了，我又再强制结束一次，我再开一次，生气。事情还健在，哎，健在健在，他还在的。他没事。他不能放大吗？他又当掉了，但是他还在跑，但他又当掉了，他就一直在转圈圈，什么意思？镇压用的吧？我觉得我看了真的要买一个椰子乖乖，绿色乖乖放在上面了。不是，这个是电脑。汗水滚烫着，双手在紧握着。懂吗 ？Welcome to my world, you rock the. 不然就是呢，我，编辑工具吗？加入不是加入，制作也不是制作，分享也好像也不是分享。哦，对。OK, I know, 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我要干嘛了。等我一下，如果成功的话，要夸奖我很聪明。哎呦。看一下剪辑，OK, 有了吗？来了，嗨！跟你说，我刚刚讲到一半，发现那个浪卡住了，是那个留言也卡住了。然后他说现在是怎样？生气哦！加 ，OK, 好，然后。这样子吗？裁剪还是这样子？裁剪这样。我看这样可不可以？好像可以。好，先这样子，然后嘞，等我。然后是对，不是这样子，然后嘞我就不会了，手伸出来，乖乖负面工伤。
水套送的薰衣四叶草，谢谢水套送的文手礼，但是我还没有搞定哎，这是啥？我用力量冲输入，哎，这要怎么 ？iMovie 怎么输出啊？可以教我一下吗？iMovie 怎么输出啊？我真的很像什么电脑白痴，怎么办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啊，不是你。档案吗？应该在档案的选项上面最上排，然后找会出档，最上排，编辑档案，没有呢，这个不是这个，标示说编辑。分享更新输入媒体，输入媒体吗？不是啊，新增输入媒体好像不是，我要哭了，我要力量冲破所有梦的极限，音讯背景过场，档案的选项上面，更新计划案和事件是吗？分享，有 file 可以选吗？好像没有耶，这里是哪里呀？ I don't know， 我的天哪！Oh my god， 输入不是输入媒体啊，分享吗？也不是，他怎么没有输出的东西啊？奇怪！救命！档案分享，这样子啊？是啊，这是原版。等一下，怎么办呢？应该是会，我也觉得是会出档案啊，可是竟然没有会出档案这个选项。好吧，按分享看看档案，下一步。OK， 我知道了，好像分享可以哦，我打到了各位，影像正中间，主页面正中间有个图，等一下我按分享好像可以，我先试试看，储存。这样子吗？然后嘞，然后看一下主页，我的主页这里吗？没有，分享不行，分享出去是截图。点一下，等一下哦，主页有个图示，有个图示吗？没有图示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有什么问题？我到底有什么问题？We're on the world，我绝不退让
出发，一起冲向前吧。肆意狂想，有我主张，怎么办？我绝不退让，出发，我该怎么办？真的看我头像，好的，你面临一个吗？一件有什么千千万万个我，等等，梦之中虽然杀了一个我，会有拷贝储存影片啊？真的假的？这是麦克风，不是？我看一下啊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稳定效果，剪辑片段资讯，重置计划案，然后嘞，所有计划案，然后输出。我觉得我是电脑白痴的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？我以前没有这样子的，好的吗？看看，没有。可是我是电脑没有那个。啊，按编辑是吗？还原剪下影片中选取，没有。显示方式视窗，档案输入为输入，打开资料。网页上应该有教学，对，我正好想到，我干嘛不上网查？有，我刚刚想到了。iMovie 汇出输出，在共享输出影像，共享吗？共享影像储存取代，这样子吗？显示，可是。哦，不是影像，是不是？哦，是档案。档案，按错了。下一步，桌面，储存。网络早就。对啊，我刚刚才想到说，对，我干嘛不上网查就好了，在这边纠结半天。一样，不太一样，选出去的答案也不一样，没关系，对，好像搞定了，他在跑了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，怎么办？刚刚那可以帮我剪掉吗？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他现在正在输出。在跑，好丢脸哦！现在正好上的文手礼，感谢志宏，大家上我找手礼，以后就会，对，以后就会了。什么精彩的影片？没有，我只是要把我接下来那个小看青春有你。建议剪精华，不要，超丢脸的，好好笑哦，真的很好笑哎，我看一下，他快好了，你们有吃过魔芋爽吗？你们知道魔芋爽吗？有吃过吗？没有，我只突然想到。
有了有了，我看一下。然后，等一下哦，我加入照片。然后 ，and， 等一下，编辑。OK。嗯，他不行调吗？他竟然不能调，调那个方向，啾啾啾，新增影片。照片，所有照片、影片，所有时间。马可波罗等于外套掉下去。红色跟绿色都好吃，我觉得绿色很好吃。是三 C 笨蛋，没有，只有除了手机以外就不太行这样子。相簿，照片。哦，怎么这样？谢谢小熊追踪，现在马可波罗的外套掉下去，他自己会滑掉。我超喜欢吃绿色的，我超爱吃绿色的，因为那时候他们说就是红色，不是有红色、橘色、绿色嘛，然后就各吃了一个。然后就发现绿色就是红色橘色吃起来都长差不多，但是绿色特别好吃，我觉得绿色真的超好吃，所以我就买了很多包绿色的。等一下哦，哦，对对对，这样子。然后，肩膀没有担当，因为肩膀没有担当，但是不要吃太多钠含量。哦，钠含量过高，对，因为它很咸。好吧，这里，好像这是练第二天吧，后面是小钱，可是先。因为还没有问过他可不可以放，所以先看我就好。这是这个真的是，对啊，刚刚输出的，因为我要截图。减肥那种，家里的东西没事啊。前面是我弟的书，他的教科书。笑声，笑声，没错，全身都运动，超有效，比我之前跳什么有氧运动还有效，我认真的，真的，超级有效。哇哦哇哦哦哦，哇哦哦哦哦。
们看我昨天吃的泡芙，草莓泡芙，一天限量200个的草莓泡芙。哎，它怎么跳掉了？这里，很好吃。都跳这个吗？减肥吗？跳来减肥，这是什么？这好可爱哦！花开正当时，中奖几率4倍。这超好吃的，那个是那个什么，就是卖起司的那个什么的店。跳一次跟吃一个是不是就不回来？没错，跳一次跟吃一个就不回来了。再抽这个，哦，这是啥？好酷！这我也是可以抽的吗？这是什么？谢谢参与，好哦，不玩了。我自己也可以玩是吗？可是我要怎么知道我自己有多少的那个、啊？他说抽一次幸运事业抽乘一。送幸运事业抽的机会冲到。哦、oh, ，好，反正呢，我刚刚抽到了，谢谢再联络，谢谢，我被，好吧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吧，谢谢再联络，好难过、哦。我哦我哦哦哦，围绕的我。你的我的他的不坚定，谢谢无聊赌徒送的许愿瓶。为什么你们都抽得到？为什么我是谢谢参与啊？骗钱的举动，好吧。给你们看我去南投住的民宿，但是好像有点。我看一下老朋友，我好像没有拍到什么，我看一下哦。但他们也没有露脸啊！你看，是二楼楼中楼，然后长这样子，然后外面有椅子，这边，然后这边是庭院，很漂亮，超漂亮的。可是隔天下雨，不然就早上可以在那边坐在外面喝咖啡，但是下雨。超难过的，这是在南投鱼池乡的民宿。谢谢花生什么时候送花枝精粹，有人抽到啦。花生什么时候抽到了1314浪花，哦，不喝咖啡，没有，我是说那种闲情逸致，我当然是喝鱼池乡的红茶啊，红茶很好喝。薄荷蛮好喝的，真的好好喝，不觉得很有感觉？没有，我只觉得还要再洗一次澡，有点麻烦。我看一下，我要跟你们分享南投的好玩。看一下有什么？有什么吗？
就是那个范大炫我，谢君送花枝精粹啊，可是我们那时候就捡到石头布，然后一边做两个，然后就觉得大漩涡应该是就比较重的，比较重的那边会被泼比较多水，然后我们就因为我们四个人，然后但是大漩涡只有三个分边，然后我们就捡到石头布，输了两个做一起这样子，结果当然就是我输啊啊，我没有赢过，我猜拳没有赢过，真的，我真的猜拳没有赢过。啥什么慢了 ？Hello， 小僵尸。谢君送的玫瑰。对啊，我真的从猜拳大会可以看得出来。还有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知道那个班加勒的彩带是赢的站在第一前排，输的站侧边。我没有一次赢过欸，我就是两边侧边到处跑欸。你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吗？因为那个是猜拳决定的，然后我真的从来没有赢过，所以就两边一下左边一下右边这样子我都站过了。超好笑，我就觉得我就开始深思熟虑，我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，而且因为是大家一起猜拳，所以就不会有那种习惯出什么的问题，因为就很多人一起猜啊，就不会有习惯出什么，哦我知道你习惯出布，那我就出剪刀，这样就不会有这问题啊，所以就很奇怪怎么会这样。不是很懂，就是反过来输的，但是要看老师要不要这样子改，是对老师决定。我看一下有什么，好像没有什么，看我跟城堡的合照在哪？啊，我跟 Hello Kitty 的合照，给你们看台铁的 Kitty 车，超可爱的。我跟 Kitty 的合照，她好可爱哦！我看到呢就很开心的跑去跟她合照了。对，我跑去跟 Kitty 的车子合照，它里面真的超可爱的，它是一号吧，这台车是一号，就台铁的一号火车，好可爱哦。有 Kitty 列车没错，站位谁排的？老师排的呀。你说彩带的话，彩带的话就是猜拳。我也好可爱。面包表示羡慕，什么意思？什么面包？从台北开始绕一圈啊？那是环岛是不是？哦。就刚好买到了环岛列车，给你们看，这是那个什么什么神兽的鸡蛋糕，神兽的鸡蛋糕很好吃，没有，它就比较小块，但是因为神兽，所以还比较贵。但是就反正就买一次啦，这样子。其他者也是猜拳决定，应该也是吧，因为是老师叫我们猜拳决定的。
谢谢风纪送的感性康乃馨。造型复杂，超贵的耶，我觉得。不过就是这样子一次，给你们看一个。还，这是沙公吧，应该，然后水姑娘。谁是史莱姆猪排？那是谁？弟弟，我是不是一年？早就一年了，早就一年了。我们三月的时候就一年了吧？哎，什么时候开录？四月吗？还是三月？我忘，好像三月底就录了。没错，是哈。没事，海鲜很热量很低，有穿回去了。外套又掉下来了吗？Hello， 古早味 ，Hello， 玉人。回去原子课堂不一定哎，但是请关注原子少年，或许我就会出现啦，或许。第一场演唱会好像在829，是的，没错，烤螃蟹的方式好狂野，什么烤螃蟹？没有啊，我没有烤螃蟹，刚刚那个螃蟹是在冰盘上，他不喜欢，他可能他想要一直甩掉。外套，等你出现再说吧。好的，等我出现我会通知大家的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会出来。不知道高中朋友有没有上，现在陆续公布名单啦。是，其实蛮多人的耶，80个，嗯。蛮多的，而且这次这实力都有，都是有实力的人。电脑是不是不会分类影片啊？嗯，哈喽小叶。我们当时104，是的，那就是要凑到104人。男生的话就算了吧，学男团舞啊，我都学男团舞，男团舞跳起来比较累，但是DD52让我知道女团舞也很累。很忙啦，女团舞是累的方式是忙，但是男团舞就真的是体力的方面了，体力方面了。直接砍一半哦，也是，是。第一集就52了。Breaking Down 真的。你说哪一个？他们预告片吗？什么噔噔 ，Break it down。那首原本编舞不长这样，然后我有中间有改一点，但是后来画面为了好看又被改掉了，所以我是参与了第其中某次的编舞。但你们没有看到，因为被改掉了，因为那时候画面这样转过来，什么要怎么转一圈比较好看，所以就转了这样。选当时哪首让你觉得最难？最难吗？还是最忙？因为没有难的，只有忙的。
我对，没有难的，只有忙的。最忙就是暴风雪，暴风雪真的是忙到好忙哦。可是后来习惯就还好。然后 Crazy Rider， Crazy Rider 跟暴风雪差不多忙，他们两个是最忙的两首歌。对， Crazy Rider 跟暴风雪是最忙的。那因为你动作多，然后你要做的干净的话，其实就是很忙，就很难，也没有很难，就是雨伞还你感觉比较不，雨伞还你我在旁边很逍遥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可以看画面，这个画面就是我在旁边就这样子，然后就这样看大家这样子，就停在那看大家，然后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一句话都没有唱，你们知道吗？雨伞还你我完全没有怕，大家都没有怕，只有几个人有而已，然后我们几个就是在旁边这样很悠哉的看着他们。马可波罗是就是都适中，舞蹈也有基础的，有舞蹈基础的话就不难，然后也没有动作蛮多的，就细节很多，但是没有那么快，所以就还好。可以在等那 part 就是，你说 dance break 对，谢谢。没有语助词能唱，没有没有，那时候雨伞还你真的只有五个人唱歌吧，总共13个人，但是只有五个人开口，真的。马可波罗是难唱，真的很高，反正高音不是我，我就还好。马可波罗还好啊，我只有爸爸爸爸，哎，爸爸爸爸很难哎，爸爸爸爸很难。跟你讲，马可波罗真的是从头到尾最难唱的一首歌，但他真的他的小音阶太多，他的音真的太多，超难唱，真的超难唱。谢谢皮杰送的爱的小熊。就是担当，没错。跟你说，我曾经看过有人留言说什么，就是那时候 You Are Out 跟雨伞还你，然后下面有人留言说什么都只有什么什么一语凝人 Shiny 什么在唱，我想说 Hello 我没有唱歌欸。他说雨伞还你我直接没有镜头欸，然后 You Are Out 我就乌拉拉跟中间那段欸，怎么会有我的份？那时候我百思不得其解，我想说他看错人了吧，然后就跑掉。但后来想到，因为我前几天好像又不小心翻到，然后我就觉得超好，这首歌根本没有我，到底你哪里听到我唱歌了？我还到很后面才唱歌，我到午夜马戏团是不是？我到总决赛才唱歌哎，怎么可以这样？Hello Five， 下午好，观众不熟。对啊，我到总决赛才唱歌。其他都是 rap 啊，然后马可波罗就语助词啊，我会在那望远镜盛开，蹦哦，还有那句，不熟就已经记得我啊，也是啦。没有唱都有戏份，对，重点没有雨伞还你，我真的没有镜头，我那个表演你们去看就知道了，我真的一个镜头都没有。雨伞还你这首歌怎么会有我的份？黑桃的 Unlock 也没有我的镜头啊，黑桃 Unlock 也没有我啊。对，有唱就算了，没唱还被误，很好笑。还开着，我到6点。那时候还不太会唱歌，
那时候就真的不太会唱歌，现在有练啦，现在有练，有照就远景啊，远景，但是完全没有特写，是真的没有。远景的话当然会照到，但特写真的没有。对，那时候我真的觉得超好笑，我想说你看到谁？谢谢红送的爱心，感谢康乃馨。哪团的舞最忙？梅花的粉红炸弹蛮忙的，然后红星是道具好多，好忙哦。黑桃相比来讲就比较动作比较少，应该是乌拉拉太强，乌拉拉就前面三秒吧，乌拉拉这样没啦。对啊，奇怪。谢谢柑橘送的看好你哦。哦啦啦，等等等等。No, what you are, 在情的酒局下班，这边对着两行三台。这首歌真的好少听到，存在感太高，看到我的小粉帽比较好看，我真的好喜欢雨伞还你的衣服，好喜欢哦。唯一一张 A 没掉过的，是的，是没错，是。那时候在公布排位的时候，就最后一次总决赛最后一次公布排位的时候，我就进去，然后制作人就说：“你知道全部团的 A 都换掉了吗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哦，真的、哦？哈，怎么会这样子？”然后他说：“那你觉得你有换吗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你刚刚不是说全部团都换了吗？”他就说：“哦，那你觉得这样合理吗？”我就说：“嗯，就不知道啊，就世事难料嘛。”对，他说：“那你觉得你会是多少？”我就说：“嗯，最好不要掉。”什么？直接抢 A？ 哦，你说抢位赛吗？谁敢啊？抢位赛当然要谦虚一点啊。表演服有拍卖掉吗？表演服我买回家了，我直接大购物，然后买了很多衣服回家。心不够大，没直接选 A， 很可怕，怎么选 A？而且因为我就纯跳舞，就感觉就没办法选 A， 又不是说有唱歌还是什么的。会是有毒不回？没有，我们选 unlock， 因为我们觉得 unlock 比较想跳，我们比较想跳 unlock， 所以我们就选 unlock。马可波罗外套哦，马可波罗没有，马可波罗是不同的造型师，所以没有买回来。那是不同的造型师。对啊，是自己选的。团体是节目组定，然后歌曲是自己选，就是看你要跳这个团的哪一首歌这样，然后都可以自己选。然后 unlock 比较简单，对 unlock 比较简单，所以就还不错。但 unlock 我也没有镜头，因为好像那时候在排的时候我去工作，我就是有 TTP 的工 AKB 的工作，然后排完之后我去练习，然后 unlock 就被排到
后面没办法，因为我不在嘛，对啊。黑桃应该是节目组设计，没有，黑桃就是因为我们会先教各组要跳的名单，然后节目组再选，所以节目组看到会是黑桃想要跳梅花的不能说的秘密，然后一定他们节目组一定会选黑桃跳梅花，一定的、啊，所以对，谢谢皮杰送的文手礼。所以阿拉我也没有请到阿拉。想看叶云唱红星的歌，会是一场灾难，跟你们说。我红星的歌，我到现在都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，真的。我想想，夸美琪嘎嘎叽，这句话、哦，我光练这句话我就练了一个小时，说你。你家你讲注意，卖个看袂机甲，看袂机甲机。很难，台语真的很难。现在飞高高送的看好你哦，我刚刚应该是对的吧？对，跟你讲，我在跨年那天我就学了。我就学这一句话，厉害吧？我就只学了这句话。为什么要练这首歌？没有，因为我就想说这句到底什么意思，然后他们就教我，就说，他就教我念，然后就哦好念，然后结果我反正我第一次念呢，他们就教了我很久，然后我就念了很久，然后终于对了一次。我就记到现在，厉害吧？咬字还不 OK， 随便，算了。对，看不起自己的台，夸没起嘎叽，嘎叽还是嘎叽？吉卡波。什么像什么 忘记偷爱有什么台语了，结果败在嘎滴你家你够注意买够看袂起嘎滴好难哦，真的好难哦。我怎么记得有人教我嘎叽呀、啊？我怎么记得有人教我嘎叽耶？算了，忘记了，没关系。吉卡波，有了，耶！谢谢飞刚刚送爱心康乃馨，吉雕罗。哦、什么会当卖出走是吗？卖出走是吗？台语大师一家。好的，黑流星拜拜，嘎叽。对啊，有人说嘎叽，有人说嘎叽耶，都有人讲卖出走。太难了，就难呢。我的台语无好，困难的，腔调不一样，腔调对台语有不同的腔调哈。嘎逼，咖啡的台嘎逼，拎嘎逼，念嘎滴，有分南北腔哦，啊对，是的确，
你的英文较好，是我的英文较好。无唔对，外套的台语，外头，瓦沙是换衣服啊，闽南语跟台语不同，闽南语不是台语吗？腔调的客语，客家语，我只会这个，瓦头，太困难了。麻，澎湖的又不一样。听你讲，瓦头，到底什么音啊？好难哦，瓦头，是吗？瓦头。瓦特，What？ 什么意思？瓦特，好像比较对哦。瓦特。听起来好像比较对。瓦特，无限接近。瓦特，金门是瓦头啊，瓦特，没关系。还是有什么台语字典，我来查查。台语，哦，台语字典。台语字，瓦特。哎呦喂，外套。我来听，他有发音吗？瓦特，瓦特，好好玩哦！再来，我要再搜寻什么？阿罗摩罕，我查一下。哇爱里，真是的，好饶舌。有什么单字嘞？欢迎来到易云的台语小教室。呵，鸡蛋糕加两个。鸡蛋糕有这个词吗？没有了。蛋糕？怎么没有蛋糕？加两个，那跟我刚刚很像啊，对不对？我刚刚是对的吧？加两个，亲爱
假给两个，他的造句。给两个蛋黄，卵清，卵清是什么？给两清蛋白，给两清鲷鱼烧。我猜他没有鲷鱼烧。我看。鲷鱼，我猜他没有，没有。那鲷鱼嘞？也没有鲷鱼哎。哦，满鸡蛋糕。头家，我要买鸡蛋糕。一份。对吧？这样对吧？刚刚我讲对吧？哇塞，这集我看索引浏览是一份啊，啊是红菇粿红茶红葱仔头红肉包肉脯肉丸仔梅阿茶，米糕，肉丸，牛肉，牛舌饼，牛奶，哦，牛奶糖。讲的标准，因为我在看那个啊，食物分类。牛奶糖。牛奶糖。海比，谢枪刚才送真情告白。花茶。花腿。什么？花腿。花腿。花腿。火腿薏米哦，油吧黑糖糕乌糖糕是吗？黑糖糕我看一下，黑糖糕有吗？有黑糖糕吗？是不是没有？好像没有，我看一下。花茶，对耶，只有十五点。哦，蛙粿，酒，臭豆腐。菜脯、停汤、黑糖糕好像念对，乌糖粿应该都可以，停粿，顶边错是什么？甜啊，好难哦，顶边错好难哦，听边蛇。有很像有啊，谢阳光送掌声鼓励，听比手，糖阿米糕，糖阿米糕，哦，糖阿米糕，糖阿米糕，
刷鱼烟，刷鱼烟，嗲嗲皮索，哦，山顶海边，山顶海边，樱桃樱桃是好野人。他听，他听吃的拢是，他听吃的拢是沙天海味。喂，冰桶。冰糖，冰糖，冰糖。嗯，等一下，刚刚那个是，哦，因都是好野人，每餐都吃山珍海味，他听吃的拢是山珍海味。应当是好野人，是吧？我没讲错吧？我觉得“博”是什么？“破”“破”“破”？谁家是？我不知道。他的造句：“鳄鱼记。”乌鱼子，这我常常听我阿嬷在讲，我阿嬷喜欢吃乌鱼子。好的，各位，今天台语小教室到这边。我知道下次来玩我讲台语，然后你们猜我在讲什么，好像蛮好玩的，有点难度。谢谢欢迎在线上的感性康乃馨，语音调都乖乖，随便，我下次来玩这个。好的，我来念个榜，谢谢下个人送掌声鼓励。第十名是水獭，第九名是柑橘，第八名是无聊赌徒，第七名是花生什么树，第六名是呛辣咖喱，第五名是皮杰，第四名是志宏，第三名是朱心当，第二名是巨星，巨婴，巨星是什么？巨婴，第一名是小叉，谢谢你们。耶，公演见，拜拜，公演见，期待下次猜台语，下次猜台语，下礼拜猜台语，来吧各位，我要念一长串，然后你们要猜我在讲什么，就是练练他的例句，比如说，哎，为什么乌鱼子没有例句？比如说，哎，他有些没有例句，哎，怎么这样子？我知道了，我找。我来破名和你家，就这样子，然后你们就要猜我在讲什么，教你台语比较快，挂起。我看字典，我来泡面给你吃，没错，厉害。好的，大家，正解正解，叮叮叮。下次用台语作家，不要，很丢脸，大家一定会笑我。好啦，大家，礼拜六见。礼拜六，全都讲，听到大家抬回来这样，都会被我带跑。好了，大家拜拜，周六见，拜。今天才爱慕名就不，没有，我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，我没有这回事。拜拜，散。